在我们这个智能电网中心中，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新型的光伏并网逆变器。我们研究逆变器的拓扑效率以及它的并网控制。在我们所研究的光伏逆变器中，我们对它的拓扑进行了相应的分析，研究并网离网切换控制，从而得到高效、可靠、稳定并网的逆变器，从而为卡塔尔智能电网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。